大家好，又见面了哈！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通。今日呢，同欢喜哦，又要教大家来运通了。哎，你也建议呢，多福卡有运通冇？哎，记得咯，运通做在老自家身体呢变到健康，心情又会变好啊哈！故说呢，日日做一天爱运通哈，唔是动刀哦，因为一时呢，因为啊健康系无价的哈，用钱买唔到的哦。故说呢，我有健康的身体，唔当做在做动刀动刀的事情了哈。来，大家准备好嘛？ 我放起来哦，每躺下讲哦，我躺下强下来做运动哦，哈，结结人也等呢，晒开来哈，放起来了哈。今日我教大家做的迄马个运动呢，是有氧运动。哎，马个运动有氧运动呢，其实会提升人的心肺功能哈，提升人的心肺功能呢，安尼呢，你就啊唔会安尼较无精神，就会精神较好，人伊就当有活力，当有精神哦哈，来。 提早通做呢，来准备好了哈。来，记得咯，然后做通做的时间，一定要记得站姿要起好了，同样的呢，要抬头挺胸。各位呢，都是要竖起来，是不要夹起来哦哈。准备好嘛？准备好嘛？记得咯，你还做有氧运动哈，我流汗哦。故说呢，旁边呢，冰一条毛巾。各位呢，要准备水。 做唔得是便便的水哦，哈，便便的水的时间，食落去也血液会不循环。故说呢，做阵呢喝温开水，冇煮冷开水哦，哈，记得咯，水啦，毛巾冰旁边啦，哈，准备好嘛？准备好诶，哈，诶，开始了，好，来，手叉腰，准备了哈，啊，开始哦，一开始呢，我要踏步，好冇？好，来，开始哦，来，踏步哦，有冇？脚拿起来哦。 嘿嘿，对啦，好，踏步时间啦，记得咯，哎，抬头挺胸啊，哈，做得冇？哎，做得哈，停顿来踏步哦，踏步轻简单，好冇？你要做动作轻简单，然后啊，唔过踏步时间咯，记得，都是嘛，轻轻要注意了哟，好，来哦，准备第一只动作呢，给你搞个一掌很多啊，哈。 V 字步，你还记得咯？哈东阿讲 V 字步的时间，你做在停顿阿向下做诶，用诶做呢，来，拿牙脚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数到这来，嘿，做一下一只英文的 V 字，做得冇？好，来打开来，打开来，数这来，做一道哦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做得冇？牙脚有大件冇？冇啦，哈，拿牙强用哦，哈，加油哦！ 踢到走啊，我卡唔顺哈，到走几到位哦，好，就会卡顺了哈，走一道哦，走得冇？嘿，记得咯，脚要到前面去哦，前面，前面，数转来，前面，前面，走得冇？要踏脚到位咯，走得冇？准备好嘛？准备好，好，我开始从踏步开始哦，哈，准备哦，哈，来踏步，记得咯，你脚要站起来哦。 嘿呐，做得冇？我V字步咯哈，记得冇？我刚刚讲的 V 字步，嘿，马个底冇哈，打开来，各位数转来啊哈，准备哦，准备啦哈，5、6、7，开始来，来，开，开，数转来，打开来，数转来，做得冇？我抬头挺胸哦，哎，都是数一来哦，嘿嘿呐，做得冇？做得冇？哎，转来弯膝盖。 做得冇，有听到我的脚步冇？我听见冇？做得冇？做一道慢的好冇？可能有动到你的脚打结的好冇？做一道啊哈，脚打开来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数转来，做一道打开，打开数转来，也做很多 V 字步啦哈。等一下呢，我考听一道动作，啊，唔过你听一道 V 字步，做唔得唔记得咯，好，做来打开来，做得冇？ 好，卡脚到位哦，哈，准备来，打开，嘿呐，做得做得做得，哎，轻好哦，要抬头挺胸啦哈，有抬头挺胸嘛，肚子有竖竖起来嘛，做得嘛，哎，成员动力好哟，做来啊，做我们的休息啦哈，动好哦，继续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。 一、三、四，俩，很多马甲呀，记得冇？很多 V 字步啦哈，记得咯，英文的 V 哦，就会耶，安尼你就会记得嘞啦哈。轻好许多哦，加油加油，做两多。
好，再来原地踏步，弯马，走得嘛，走得啦哈。哎，阿唔过啊，好，加下脚，好我也对嘛。阿你啊，可能你就做到脚天气，因为安尼系有氧运动咪哈。有氧运动呢，就系全身的运动。故说呢，你就会加到嘛啊，加到也竖哦哈。脚做起以后要做竖哦哈，来准备哦。脚还蛮爱挺动哦，竖来咯。哎，中央 V 字 ，V 字 ，V 字，来打竖。嘿，一扎数，一扎数，一扎数，做得嘛？一扎数，一扎数，打数哦。嘿，走一走，一扎数。阿奶应该唔会打结啦哈，来，一扎数，一扎数。嘿，动力好哟，一扎数，一扎数，做得嘛？卡脚得哦哈，一、二，打数，一、二，打数，嘿，要加油哦，数大快乐哟，嘿。有一招 V 字嘛，做两刀好嘛，来踢一刀，踢一刀，哦，好，动好呢，动厉害哦，好，厉害呢，好，脚加竖向下，阿姆哥呢，那第一可能会一开始会打结，故说呢，安尼竖然后脚加向下好嘛，慢一些些嘞哦，好，准备哦，踏步，哎，手叉腰哦，好，踏步哦，踏步哦。哎，脚抬起来哦，好，然后你的脚站起来哦，站到高地位哦，准备哦，按竖夹脚做慢的，好不好？先慢的啦，哈，我们一下就按脚啦，哈，准备哦，五、六、七，开始来了，打开来，打竖哦，对，竖打开来，打竖，嘿呐，竖打开来，做对冇？卡脚地位哦。一、二、大竖，嘿呐，竖存起来哦，有抬头挺胸嘛，哎，看 Anna 老师做哦，嘿，哎，哎，加油哦，好，你看 Anna 老师哦，个脚啊，要打开来哦，嘿，各位竖恩样啊，你看 Anna 老师竖动起咯，嘿，轻松要恩样，面带微笑哈，动厉害哦，做量多哦，好，有冇有一些些的流汗的，嘿冇，来来。深呼吸一下，各位吐气，各位做深呼吸，深呼吸用耐吸气，鼻子啦、鼻孔啦哈，吐气，再大口来吐气，走一兜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好，两只脚竖转来，刚刚第一招动作很嘛个很记得嘛，耶，就会 V 字步啦哈，安尼你就记得了很嘛，第一招动作呢，哎，做脚的动作哦，做得嘛。做得好，给七条要请到人都市哦，哈，给前面没有搞过哎，好嘛，来吃看呢哦，哈，来准备了，脚要站起来啊，哈，来开始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嘿呐，很厉害哟、哦，做得嘛，各位啊，人搬两个存折，抬头挺胸哦，好嘛，做得嘛，哎、欸，站高地位哦，好休息，做得嘛，哎、欸，给脚。站起来的时间啦，给身体做唔得安尼，哎呦，安尼，安尼，安尼哦，做动作多以后唔一样啊，伢腰骨就温暖嘞哈，安尼，故说安尼动作做系唔对诶，我要做呢，哎，抬头挺胸，安尼做得冇？记得哦，你要背囊要存起来哦，好，好，准备再来哦，来，准备哦，人来向下，给膝盖，膝盖，嘿，膝头要安尼弯，嘿，准备脚啊来哦。站起来哦，做得嘛？哎、欸，应该做得了哈。哎、欸，肚子有熟悉了嘛？哎，有熟到便便嘛？嘿嘿，轻喝哦，轻喝吸到好嘛？踢一刀，踢一刀，踢三刀，踢四刀，做得嘛？厉害啊！有二老踢一掌。耶、yeah, ，V 字步轻轻了，而竖架脚哦，做得冇哈，然后你还竖打开来。你很多嘛个运动呢，扩胸运动啦，手注意了，打开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可能又看冇清楚，系冇？来，正面偏好冇？好，来哦，师傅阿娘，夹平，肚子阿娘，竖到边边。乖呢，搬到转车了哈，来扩胸哦，注意了。乖，你看到你竖阿娘，夹平，夹平，乖打开来，嘿。做了它冲到有嘛个好处呢？
哎呦，吐出哦，动到哦，那认真谈哦，做在老板娘娘啊，胸部集中哦，就唔系胸部唔系外扩哈。故事呢，调查通通一定爱做哦哈。来，安尼夹夹得，哎，打开了，也做些扩胸运动哦哈。哎，师傅啦，师傅夹得哈。好，再来哦。各位啊，牙叔啊，我都牙在胸前，嘿呐，身体哦，做唔得安尼，都后背哦哈。做得嘛？打开了，嘿呐，安尼夹起。好，有看到安尼老师做嘛？听到安尼示范老师做哈。你看安尼老师动厉害哦，身材动强，系冇？哈，上老几条强强嘛？上海老几条强强做怎样啊？运动啦哈，一定要运动，牙身体就会变动好啊哈。你看安尼老师做，哦。加油哦！打开来，卡夹地位好嘛？来啦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肚子啊，肚子又走出来了，夹夹哦，肚子啊，空一啦，嘿呐！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卡夹地位哦，哎，低度打开来，低度打开来，嘿呐，我夹很哦，做得嘛？继续哦，做得嘛？好，转过来哦，哎喏，听一下动作哦，啊，加上那脚黑嘛，啊来，首先打开来，那也肩头强用哦，哈，啊脚要站起来咯，准备哦，哈，准备来咯，五六七八一，舒展来，二，伢膝头有沉到肚子冇，啊，伢手有夹得冇，夹得伢胸部这样都在集中哦，这样唔会外扩有冇？加油哦，卡夹。对，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，哎，加油哦！树桩唔得跌下来啦，加油加油！有氧运动哦，加油，都在燃烧脂肪哦，哈，燃烧脂肪就变车位啦，哈，继续，加油加油，含油量多啦，轻喝一多，哎呦，好、哦，放松一下，树桩圆好嘛，来吹吹呀。好，哈哈，还记得冇？听一只动作系嘛个？耶 ，V 字步系嘛？听一只动作系嘛个？抬脚诶，运动哦，然后呢，还要做组合哦，嘛个很多组合，就会听一只动作，加听一只动作，两只动作加起来，做得冇？好，来试试，玩哦，准备哦，来了，听一只动作，记得哦 ，V 哦，哈，来了，开始了，五六七。数，对啦，等候哦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哎，听一下，哎，准备，脚站起来哦，对啦，站起来哦，走得嘛，走西道哦，哎，好好来休息，哎，去台湾一下，走得嘛，有听到吗？有啦哈，做一道哦 ，V 字步哦，加各位脚啊站起来哦，好，准备哦 ，V 字步哦，五六七八，加油！哎，等好哦，好，脚拿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做对嘛 ？V 字步做来，加油哦！脚卡起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抬头挺胸哦，做到冇？田田 NA 老师做哦哈，田田老师开始了，哎、欸，看看 NA 老师哦，哎、欸，你看老师的数有冇？来都重重哦，各位哦，还有面带微笑哦哈，哎、欸，等候哦，哎、欸，脚卡卡高的哈，有冇？有看到老师的肚子冇？便便呢哈，诸位冲老师让你硬硬晕通了哈，人家肚子诸位便便了哈。开始哦 ，V 字步哦，加油！数，喘出来，抬头挺胸，脚站起来，一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走来 ，V 字步，哎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嘿，脚站起来哦，看慢点，卡高。加油加油，都是变色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做一刀，迈开步，
V 字步啦哈，竖成这了，加油哦，杜斯啊，杜斯哦，空的喏，我们走出来了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好，慢慢放松哦哈，来，脚踏步，好，来，然后深呼吸哦，吐气，好，来深呼吸，哦，吐气，轻吸一动。 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今天的有氧运动好搞吗？好搞的话，很多的技术可以呢，好好运动哦，好，我做搞下去哦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